超的平均，怎么突然给我跳到全荧幕？现在就可以视窗了。养金堂，养金堂是什么？生死簿、判亲书，哦，结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《风云史》。哦，它成就跟成就，成就是成就，结局是结局。请问生死簿是结局吗？意思是说有9种？哇，它竟然可以这样子，它竟然是这样子滑，它这是移动装置的滑法，欸，行动装置滑法，好奇怪。结局是结局，结局有50个，好多哦。《活侠传》这是记录档吗？哦，demo 比较小，然后如果是正的话，正什么主游戏的话，可以到384乘2160。OK，然后我再看一次，手动启动天命轮盘。养成回合自动存档，好，笑鼠上头，欸，小精灵上头了，上头了，大师兄好赞！在没玩之前都不知道，玩了之后，大师兄的脸，大师兄的脸，二师兄的个性。哈哈哈！好，大家，哎，那我去做个水好了，泡个咖啡。
想到我等一下应该去倒个垃圾，设个闹钟好了。不过，那一整天都觉得好渴。我回来了。好，我把这个一二三三二一在哪？这个用窄一点好了。嗯，
重新玩。哈哈，没关系。我还等一下，还有普通模式跟困难模式哦。困难当然是普通模式啊，我都有废。获得唐门之力，普通不代表简单对吧？命运加三，欸，以前没有欸。Demo 没有那个命运那个什么唐门什么东西，完蛋了，完全没听到他刚刚讲什么。完全全身上下无一不是。啊，无一不是凶器，哦，我有听到。这个我们就昨天有讲过，我们就快速看过吧。定桌吃面。三师兄。可笑，简直粗鲁。兄台此言差矣。真弱。附和三师兄，哎，刚刚讲什么？完了又忘了。兄台这件说来话长，都怪本门师长造孽。我不应该，我唯唯诺诺一下好了。哇，性情中庸，好感度，呵呵。如今再提也无益，哎。有想当年刚拜入门下当下当入门下当时，好难念。如今只剩不到十个人了。哎，如果我声音突然不见，再跟我说。应该不会太大声吧？会吗？我看一下哦。看一下，声音应该还行吧？还好吧？好，不会很好。三师兄是不是根本就没走啊？三师兄，您有离开过吗？说来惭愧，我一个人也没招到。讲些干话刺激他，我想讲些干话刺激他哦。算了，这是无地自容。那么师弟，你的战果如何？我的话，二。好废，这是什么啊？神逆天是什么意思？再重新来吗？那我来逆一次，我会扣什么？五二，招了三个人，真是不错。继续，已经给他们介绍信了。哦，原来正式版有逆天，这太酷了！真的吗，师弟你还真行啊！这下掌门可要乐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转入正式指日可待。虽然招到了人，不过你委屈到不行，没关系啦。哭哭，嘴力加一，太好了，我决定成为一个小破嘴，这样可以吗？欸，现在是晚上欸。好酷哦！我觉得自从玩了 demo， 而且还很近的时间，大概就可以感受出那个差异。师弟，这你可错了。据说祖师爷建在山上是有生意的，唐门三门灵谷备有靠山，《孙子兵法》有云：“显形者，火先居之，必居高阳以待敌；若敌先居之，隐而去之，无物从也。”我的天哪！三师兄引经据典呢，真的是好学问。三师兄蛮好的。
本门产业都给卖了，光靠现金的营收连生活也难，下个月的欠款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还上，真不是人干的。我们要赚什么钱？我们这么穷，赚什么钱？晚上我还要打工，我现在心情很差哎。好吧，我们去练个单。啊，不行不行。哦，我要回家了。本想说可以去找二师兄看看，照镜子。先来看断考。唐门过分的地方了，外县弟子若得不到师长青睐，直接选拔入仕，就得在断考中力求表现。可如今根本没有别的外县弟子与我分担杂物，我是要怎么抽空练功？更何况门规规定不得点拨外县弟子本门秘籍中的武功，那本暗器总纲我翻来覆去就只看得懂开篇概述忘形篇，手法和吐纳熏诀一窍不通，再练一百年也没有用啊！噼里啪啦无数嘴。小师妹此刻不知道在干嘛，大概歇了吧。今天也没能见到小师妹一面，呵，我的师弟快要枯竭了。被当下人使唤的卑微日子，所以还能过得下去，为的就是偶尔能够远远见他一面。天哪，小师妹是女神般的存在，她如果娶了小师妹，她应该会发疯吧？呵，好色哦，阿火，对啊。本门从前人很多的时候，我这样的外姓弟子连这通铺都没有我的位置，我是住在山腰唐门外堡的。那时候我有表现好的外姓弟子才有机会被选派到这大家唐家大院。哇哦，还不都是他们看脸挑的人，我看得出来。你看人家大师兄，你看看人家大师兄。多亏三师兄操持，倚仗着往日的名声。我们来照镜子吧。我会变帅吗？感觉应该是不会。我觉得我的皮貌长得实在难看啊，不行，内在更重要。算了，人贵自知，好男儿价值不在皮囊，在于是否有满腔抱负，是否知书达理。否则纵然有皮相，活得碌碌无为也没趣味。可是你看人家大师兄，他有皮相，可是他也没有活得碌碌无为耶。你看人家大师兄。我还是睡前读点书，嗨，莫非多少充实内涵吧？就算附庸风雅，也好过肚里没有半分墨水。没错，没错。哇，我竟然在读书，想不到吧？我真的没想到他竟然这样也可以读。下山都忙着招人，忘记买这期的江湖快报了。什么什么？如今江湖最大势力人是坐霸襄阳六道闸的魔教，听起来很帅欸，我可以转职吗？全真派，这怎么念啊？这是念蒿吗？好，这是念什么？看一下，高吗？高山空同哦，空山派 ，sorry， 通松。什么松山？为什么啊？空同是什么？松山派哦，念松 ，sorry， 没什么读书。你看我就是像阿火一样，松山派 ，OK， 松那有点难念嘞，松山寺，松山寺，清晨点苍峨眉，空同哦哦，你说这个是空同大派哦？我想要魔教，魔教听起来很帅。过儿是谁？无忌。嵩山少林寺没听过，抱歉没听过。天下第一大帮是丐帮，其次苍帮、白沙帮。以前他们在江湖上也排得上号的，位列三大世家之一，现在却乏人问津了。我没有什么在看这个，我这样子玩得起来吗？滚！小天才都比你有学识，哈哈哈哈。走心了，走心了。我们来去个酷地方好了，我记得这边有。我们去打个柴，然后再去煮饭，不错吧？哇哦，这个还蛮厉害的啊！为什么我心情变那么差？为
为什么我会心情变差 ？Why？ 唐门暗器总纲，《论语》。你已经读得滚瓜烂熟。那我还他说没有师长传授心诀，那我还是不要乱读好了。我们去看大师兄吧。哎，他的那个配音是切菜的声音哎。为什么这个前奏听起来像那个 Ed Sheeran Sheeran 的 Sheeran 算了 Sheeran 的那个什么？他的那个名字叫什么？他有一首歌是这个前奏，我放给大家听。会不会被消音？你不觉得很像吗？好，会被消音，关掉。OK， 不觉得很像吗？啊，不像，对不起，抱歉，米糊糊吧？宝贝要来了吗？在大师兄最爱吃的叶儿粑里放点独门泻药白，嘿嘿。谁叫我大师兄？江湖人称飞侠哦，原来飞侠是他的称号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他的那个名字上面有一个那个天资聪颖，爽朗不羁，爽朗不羁。哈，吓死！是会死掉吗？是会死掉的意思吗？我想看看会不会死掉。咿呀！哦，真的会死掉哎！极度惊慌之下，你将整包泻药吞入肚中。激烈的反响，仿佛他有了自己的灵魂，意志似的，有满腔离骚，欲言又止，不吐不快，逃脱离你的掌握，超自然的震动。师弟，你啪啦啪啦吧，好恶哦！哇哦，我炸死我的大师兄了！那屁眼竟是有毒的。屁眼炸死了你自己，也杀了你花三辈子勤练武功也升不了的情敌，好爽！哎，那不是情敌，讲清楚，那是情人。这桩凶杀案的凶手永远无法被查明，太好爽了吧！霹雳，霹雳招啊！从来没见过这种歹毒的武功，佩服佩服，失敬失敬。好赞，我就知道原来他的吓死是真的吓死哦。哎啊，我有在就是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存档，没存档有吗？有存档吗？看来是没有存档，我要怎么办？哦，有耶，有存档，看一下哦，这里吧，手动存档。好吧，再进一次，自动。83大金，整张脸都变得不可思议了，都不如说该受到惊吓的是看到你的脸的我啊。大师兄，你不要笑。昨天喝太多了，夜里胃很难受，睡到火光觅食。讲些干话对付他，不要。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大师兄？可我怎么记得大师兄就喜欢这种的？但是我会，好嘛，好嘛，唐门杂种。这昨天看过啊，什么东西？我忘记他讲什么了。我如果给夫人安排好住处，岂不够很不够朋友？屁啦，真的啦！你看，我跟你讲，大师兄就喜欢人家这样讲话。
我的修养越低，大师兄好感度越高，这是对吧？是正常的吧？对吧？大师兄是喜欢这种的。好的，大师兄之类的，我要去帮大师兄打架了。要啦要啦，忍耐一下，这很重要哎。完了，我要去打架。我记得我昨天怎么样？我昨天就是不停的在闪，对吧？我真的长得好丑哦，我比路人甲还丑哎。芊芊，芊芊，好多芊芊哦，厉害吧？芊芊不见了，我其实根本就忘记那个东西是哪一个键了。芊芊，耶，480钱，哈，开玩笑，哼。辛苦了师弟。没关系，有我们大师兄帮我呼呼。这什么？直时问天。有兴趣可以读一读，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去找我们的二宝贝。好吧，我是说二师兄。二师兄。想死吗？辣手摧花。我是来工作的。看到你的脸就令我不快，到那边角落去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是。好的。欸，这可以存档吗？什么时候存档？好感度上升欸。这书，好，哇！今天二师兄抚摸我的头发，好害羞哦。随时可以吧？他没有这个东西呀。二师兄用得上你，为此必须先教你一点，以免你把事搞砸。尽管你再小心，也难免不出纰漏，被骂得狗血淋头。反正又不是真的。二师兄在抚摸我的头发，好害羞哦。OK， 是什么毒药？我可以学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最大收费，这怎么来的啊？开发是什么？哦，是做这个沙吗？我不会，抱歉。我没有习得这个技能。储存，状态，我是不是一天
我不太会存这种养成型的游戏耶，因为我不知道分歧会在哪边，我干脆一天存一个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日薄西山门派名声数量向心力开发项目。哇，这款游戏很长，这款游戏看起来不是三天可以玩完的。哇，欸，我们负一万两是什么意思啊？尚未赎回，我还要帮忙赎回哦，在跟我开玩笑欸。大宝贝、二宝贝、三师兄，属性，哇，我好废哦，我超废欸，连掷骰都没那么废。命运三，精细小师妹。你的日记、杂物、宝物 ，OK， 飞石帮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去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去炼丹去了，火房去了，我们去讲经堂。工作一下，学问哦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先看好我要做什么样子的，我要什么样的目标，然后再一心往那个目标前去？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状态，看起来是有什么学问加什么，看一下。属性有欸，不对啊，是属性吗？武学技能炼丹点数，有学问、嘴力跟抗毒跟抗麻性情。哦，好，要被打了。我们这边就快转吧，昨天已经看过了。欸，哇，我心情好差，我要据理力争，你们这些白痴没读书。这个家伙原来是这样的性格吗？哦，原来这是剧情哦。桃门的入室弟子入门比我晚，资质也未必比我好。地煞我也。奇怪的大叔。我忘记了，每次都会忘记前面讲什么。晚辈若不能自强，论到哪里去，这种事都会一再重演。瞧不出你面目是黑巧，武功又差，倒挺有骨气。你年下之意是你非得亲手了断不可。没错，晚辈想好了，我若不打死他们，索性便让他们打死便了。笑死，这事竟然叫老夫撞见了，不得已只好插手管一管。啊！你要赠我真言？我不要啦，我要秘技啦！哟，不小心按到，突然不太会砍人。你的脸也是暗器，暗器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伤人的东西。你的脸是暗器，
很好笑欸。在干嘛？每次都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原来他在跪。啊、哦，好，原来这次都可以的。哪一个比较好啊？应该都蛮不错的。金钟罩，力战血书，六一点苍剑谱是什么？哎，我如果用逆天，是不是就会改变我的这个？我还是先不要好了。点苍剑谱就剑谱吧。我派大敌点苍派的剑谱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这下不会急着去死了吧 ？OK， 好的。我还是比较想要有那个看起来很厉害的东西。好，练五场不变，那我去后面来练一下吧，是不是可以？心情应该会好一点吧。偷偷起来练功，这是怎么来的啊？为什么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？轻柔快变的点的路子，直时问天，内功，刀剑，属性刀剑轻功，好帅哦，听起来很帅、欸。点苍剑谱，然后再去正心堂是干嘛的？讲经堂、断野场。啊，我可以出去隔一下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星象减六六也太难过了吧？连未开化的猴子都干得比你好，好啦。装备，我觉得还是先用这个好了。我去玩一下农场，欸，哭啊，怎样？我们去花钱钱，我们去卖钱钱。哎、欸、来哎、欸、好玩，哎、欸、来哎、欸、好玩，广告机器人哦，那没差啦。虽然不健康，但很有效。软囊羞涩，花不吐甜，但是下山走走看看也是舒心。好，哎、欸，我没有想回去，我没有想回去，我想要卖东西耶。原来只能选一个哦。行商行商，你真行哎哎、欸欸，什么意思？奇白哎、欸，看，原来有四师兄哦，白目哎、欸、哦，原来有四师兄哦，我以为竟然有四师兄 ，OK， 不行，我没有钱，奇白。我要生气了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刚刚是被扣什么东西啊？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哦，没有的，他没有写认识事件，好吧，那我们还是去炼丹好了，去找一下我们的。二宝贝。哇，营养不足，去哪边才能赚钱呢？我们现在最适合下去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钱，再怎么骗就这样子吧，是吧？哼，你看吧，呵，小朋友，今日是每月一次，哇，我们是不是要准备断考了？哇，我哎、欸，我贡献度99哎、欸，我也是蛮不错的。我没有发现我的贡献度是99。目前的贡献门槛是50，本月贡献99。哦，所以我们会把贡献给被扣掉。原来如此。
哦。我要怎么看现在是几年几月啊？当行动增加之后，就会是那就会是新的一天吗？我们今天再去后山练一下，练一下，练一下。大家都发现我们去后山都没在拔草，练一下，练一下。大师兄，大宝贝，做工作心情会很差，好好笑哦。炼丹，形象减16，做出了令人满意的成果，蛮厉害的。好，行，唐门小剑，唐门小剑内有钢球，哦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做防具啊？毕竟我是个小废物。唐门小剑，什么？到底什么是开发？装备等级？哦，我懂了，它会升级的意思啊！我现在才懂哎，好笑哦！我懂了，懂了。OK， 懂了，谢谢。去个炼丹，我去火房好了。感觉他切菜比较开心，有吗？洗了衣服晒，洗了衣服晒衣服，打扫弟子房，挑水还做了饭，还要挑几个蛋壶，挑几担柴火。哇，我很忙哎。大宝贝啊，大宝贝不会来。二宝贝啊，是掌门人。好吧，我们就掌门人吧。我还没看过掌门人欸。哦，原来你是掌门人啊。唐中林，本名唐中林，当任唐门掌门人，性情刚烈，嫉恶如仇，曾列名武林十大高手的传奇人物，可惜中年过后身体已然大不如前，飞燕流心灵成为绝响。是不是因为你没在练？掌门人好，你怎么会来这儿的？今日我起得早，精神较旺，天气也好，便想着在门内走走，闻到了香气便过来瞅瞅。原来如此，现在外姓弟子只你一人包办本门上下一切杂活，很辛苦吧？讲那么屁话，那你还不赶快招人？一点也不辛苦，为了师门，我就知道你喜欢听这种话，对吧？爱听吧。我老家是务农的庄稼人，别的不会，就是能吃苦嘛。你心性坚毅，倒是很难得。可恶，他为什么？哦，好，我想说他怎么好感度没有上升？唐中林，你独自一人蒙不过来时，可换你师兄们援手，我会吩咐他们。你去，你要去。这就很像那种主管大老板说你忙不过来哦，你可以叫谁谁谁去啊，然后那个谁谁谁是那个谁谁谁是你的主管，谁敢啊？算了，这会不我有些乏了，午饭你们几个吃遍了，我要睡到午后方醒转。好，拜拜，掌门人，掌门尽量，拜拜。那个谁谁谁是个鸡巴人。该不会他也有打算把小师妹许配给我吧？想得美嘞！等一下，加太多了吧？阿火，阿火，
阿火的心也太容易变动了吧，所以我其实不用太担心耶，对吧？阿火就是这样子，他不会因为他一直心向灵易晕体质。阿火有点超出我所料。那我现在多少钱？我现在先不要随意的下山好了，我去找二宝贝好了。哎，二宝贝，二宝贝没有再拉我头发了，太感动了。什么意思？不能再练了，好吧？去赚钱。答应说要砍柴，我就去砍柴。没有其他弟子一起的时候，你都会走这条捷径节省力气。虽说是捷径，却因年久失修，地势更为险峻，更讲究轻功修为，省下来的时间你会睡午觉。OK， 五月中旬了哎，五月下旬了哎，是什么？九二掌门人，什么意思？考官是掌门人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试试看。有差吗？则掌门再看，我待会做这事可不能太过火了。欸，那还不错哦。反正大不了就是死掉而已吧，对吧？赞你娘亲，赞你老母。欸，他怎么长得有点不太一样？为什么人家都有特殊，我都没有啊？有点废欸。这是什么？爆发，暗器爆发。啊，我好废哦，而且我嘴力没有很好啊。我的暗器比较高一点点，真是好。提防暗器，嘻嘻哈哈哈，好白痴哦！我的嘴力也太废了吧，感到愤怒，好废哦！好好笑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哎，他怎么了？毒性累积级。哦，我有毒吗？我有毒吗 ？I'm a proxy girl 吗？好凶！为什么人家是100啊？好多哦！血为什么被扣这么多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可恶！我怎么觉得正式版比较容易打赢人家？点点点，为什么？哇，我四师兄长得好可爱哦！我赢了，看到了吧？我赢了，怎么可能？我竟然会输给一个外姓弟子？你的胜利大出众人所料，一时众议纷纷，难以置信眼前事实。谢谢哦。为什么孝心姐？哎，不是，你们很过分哎，你们太过分了吧？
你们，我赢了，为什么向心力会扣啊？你们这很奇怪。只搭老虎。那三个人平时爱找新人麻烦，结果自己本来就如此不济，下回他们想再作威作福，瞧我不打他们几个耳光。可恶。很好，你过来。难道我终于要成为入室子弟子了吗？我觉得不可能欸，我怎么觉得一直到结局我都不会成为入室弟子。你使的招数虽非书本门，好废哦。欸，我觉得掌门也是很会讲话欸。那意思是说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的招数是在干嘛，但是你的精髓还是出自本门道统。OK， 好感度，如今是你掌门，你老人家完了，该不会心肌梗塞吧？怎么了，掌门？完了，他闭眼了哎！你爸，请问这是剧情吗？完了，掌门本来想要我当入室弟子的，对吧？旧患复发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，别放在心上。没你的事，师弟你表现得很好。我在向掌门提醒，许你入室。哦哦，当夜又有几人收拾了包袱，不辞而别，离开堂门。哇！师弟你真是好样的，没人教你练功你还是打赢了。一旦你入室信堂，到时再慢慢把你的怪姿势矫正就好。好死，造火变成糖火。咱们虽然叫你师弟，但其实你比咱们同寝的大家都还资深多了。即使你转正了，我们要叫你师兄还是师弟啊？别这样了，还是以和为贵吧。说的也是。看他们垂头丧气的嘴脸，太痛快了，差点就变成他们一样的烂人了。哇，不好意思泼你们冷水，我就是这么鸡掰的人。鸡掰三人组，我小师妹，芳名莫林，掌门独生爱女，宛如森林小动物般的少女。好可爱哦。师兄，三师兄想我过来跟你说一件事。好，你请说。因为掌门不太舒服，所以入室的事情现在还不行。这未免也太……一直扣欸，我要笑死了。干，好好笑。怎样？拍拍。Oh my god！天哪，好晕哦，我晕了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好晕哦。我知道了，我下下礼拜就去 LAN party， 每个人都拍拍，这样可以吗？抱歉，小师妹似乎想用她的方式想要安慰你，小手轻轻的拍打你的背，干晕爆，刚刚扣的都加回来了，不难过了吗？可以。我想要左搂小师妹，右搂大师兄，帮我拍拍，可以吗？不难过了吗？还有点难过，你需要多拍几。看，我好想选，我不会先存档，然后我想要选啊，我不行存档，干，我想要，我想选这个，怎么办？还有点难过，你需要多拍几下。一点屁用都好都没有好吗？不难过了啊！我想知道这个会选的会怎样哦。
可以再回来读档吗？一，拍拍，好可爱。汤包后为了拍拍上来台北吗？拍拍碰杯。小师妹安静又努力的拍打你的背，就像身心这样真的具有某种疗效似的，专心致志，一心不乱，期望你会因此而释怀。干一百了，谢谢你，不难过了，我不难过了，不难过了，谢谢小师妹。那我走了，师兄晚安，小师妹晚安。笑数零，虽然说不失望是不可能的，但似乎又在意料之中，而且你还赚到了小师妹的好感度哎。太幸福了吧，这游戏太好玩了。我这里会有分歧吗？我好就分时间好，四月上旬五月下旬，它可以多久多少个，20个，好啦，可以啦。拍拍碰杯，温柔优美，我要去花钱。反正最多就是被扣到零而已，还行啊。哎，又加1000，看一下哦。嘴力、道德，加1000，哇哦，好猛哦！但过于夸大，未免不大老实哦。好，那我再去练个东西吧。我有什么可以练的吗？看一下。那是什么？武学、炼丹，武学跟炼丹，这到底是怎么增加的呀？我到底是怎么增加这个的？哎，这个不用钱哎。什么技能点苍觉醒？什么意思？刀剑修炼条件，刀剑大于等于10，大于等于10，目前5，什么意思？刀剑是什么？刀剑是这个吗？完蛋了，什么意思？修炼条件，那我学其他的可以吧？刀剑大于等于10。暗器总纲，直时问天，体力。等一下哦，学问大于等于10，学问大于等于10。哦，下一个阶段的修炼条件是吗？哇，这个弹跳88次也太酷了吧，比16都还厉害。我先逃门暗器总纲好了。OK。然后再去炼丹房到二宝贝。好感度要怎么看啊？这里看得到吗？小师妹蛮好多人哦，不知道小师妹会不会是我的婆，目前不太确定。刀剑哦，是这些吗？这个要怎么增加啊？善意异常状态，需求等级5，门派规模2。好，就这样。为什么不能存钱呢？
因为赚不够多哦，所以在后面是可以存钱的吗？我是说可以把身上的钱存到某一个地方，然后这样子我去可能可以因为这样子比较不容易掉钱吗？还是不会？这游戏就是这样子，赚到10000块还是会掉，角色还没出来吧。走心了，走心了，阿伯。唐维元，他长得好可爱哦，他有凤梨耶，他看起来是济公，这还真的是。被委以往返山下兜售药品、采购生活用品的任务，乐此不疲，经常钻门规的空子，私带夹带私货，抬价卖给同门师兄弟赚取差价。那你也没差多少嘛，这是四师兄，不太像是宝贝。我这只是在解释为什么我没有存款，靠北，怎么会是来了？不是我找你，是掌门，不是无辜的。小于六，小于等于六，06，可以啦，差不多啦。难道说，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哦？我就知道，别的门派又没有小师妹，你讲出来了啦，火！此言差矣，各门派总会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吧？我听说锦香宫更是美女如云，美好难念。我对小师妹以外的姑娘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哈，好想知道、哦。那万一有朝一日小师妹离开本门，你考虑过去哪里吗？当然是跟着小师妹走啊！你在问什么问题？太晕了吧！拜托，你想想，这是四师兄哎、欸，四师兄是关门弟子，我不能讲什么哦。我喜欢去其他的地方，有因为有其他的妹啊。我当然是讲看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就是你没听到召集令而已。本次唐门会议破例召集全弟子，剩下这么一点人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记得他们人数变很少，不是说走了一些人吗？怎么还是50个？又在骗。大师兄，那逆徒悠悠放到哪里去了？莫非他当我说话放屁吗？哼，掌门都倒了。大师兄虽然行事不拘小节，却向来敬畏掌门，若无特别要紧的大事，绝不敢无故缺席，冒犯掌门威严。我恐怕事出有因，若要责罚，还请先听他辩解。他在花月楼，敢笑死！二师兄，花月楼。花月楼是一个怎么样的门派？听都没听过。那个不是门派，他快死掉了。小师妹把耳朵捂住。天哪，他二师兄好暖哦！这时候还记得叫小师妹把耳朵捂住。会出小师妹捂耳朵的例会吗？为何？好适合讲难得哦。小师妹今天也可爱的要命哎、欸！我的妈，我根本就是赵火啊！我叫罗火，以后叫我阿火好了。我至今还留在唐门，就是为了每天可以见他一面。光是看他这样子，昨夜为止累积的辛劳就化为乌有。那你好歹心象也加一下。哎、欸，干头靠呗！看，你还真是够加啊！哦，阿火，依我之见，唐门最强暗器不是掌门独门的飞燕流星铃。哎、欸，你这样讲，掌门听到不会生气哦，而是小师妹本身才对，她完全可以用可爱之力杀人，害人家的心脏骤停，武功再高也防不胜防。哎、欸，干，我觉得我根本就是阿虎哎、欸，完蛋了，你这个嘴力应该要……哎，不行，我得去收敛一下眼睛，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因为爱导致暴体而亡了，可爱暴体。你再说一次，花月楼是个怎么样的地方？岂有此理！本门存亡危急之秋，我要活活气死！掌门人息怒啊！比咖啡杯还晕，对啊，
拍拍哦，看好可爱。灵儿还是亲女儿贴心，哎，枉费我将你大师兄视如己出一番栽培，不由得我不气啊！拍拍，不生气了，爹不气了。那好，好可爱哦，我要发疯了。今日召集你等弟子无意，用意无他，想必大家也心知肚明，我便开门见山的把话说了。我堂门主屋正心堂外边挂的匾额，写着四个大字：正明，正大光明。万人常灭则我堂门惯使暗器毒药，手段卑鄙阴狠，大家以为如何？愚简不值一，这怎么念啊？一善吗？完蛋了，被发现我的西吗？这个字怎么念呢？一个口，一个西，是口吗？微笑，走上前，不值得一笑，不值得一审。哦，好，不值一审。OK， 哇，真是人往。其实咱们何时暗中伤人过了，就算要打架，也是光证明光明正大送出战帖的。胡说八道，用枪用刀枪棍剑也不见得为人处事就比较高尚。徒儿们所言甚得我心，暗器说穿了也不过是一种兵器，与刀剑无异。毒药虽毒，却尚有解药可救。比之一刀子下去就没有转圜余地的刀剑更为人厚。兵器本来就无分善恶，端看使用者正邪。哇，一本正经。当年我由未接任掌门，心性浮躁，半点容不得这些贬低堂门的难听话语。一旦听说谁侮辱了堂门，哪怕千里迢迢，我也照样挑着堂门大旗去下战帖。也不知幸或不幸，至今未尝败过，也因此把江湖上能够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。如今老来想想，自是我理亏居多。原来还有自觉，看，笑死。如今我已年迈，尤其患了这毛病之后，身体早已大不如前。本门经历怎么念空同点枪等诸大派高手陆续发来战帖，元气大伤，那是我旁门祖宗欠下的旧债，我们不得不还。如今连一些不入流的帮派小门派也想捡现成便宜，妄想踢到唐门头上来，若我年轻几岁，一锅全给端了。可如今你看是不是，可如今本座怎么突然变得本座了？等我一下哦。可如今本座重赏不服老，恐怕也不行。迟迟不将掌门令牌交出，唐门悠远历史迟早会毁在我这老儿手里。你们需要一个新的掌门，登高一呼，带领本门重振门风。惊叹号！我的天哪，太快了吧！原来不是叫我收到那个什么内什么入什么，突然忘记叫什么弟子。我的天，掌门这是要退位？真突然，真不知掌门有意传位给谁。大师兄自小跟随掌门入门最久，武功最高，说他进得掌门真传也不为过。但是他说好听是潇洒不羁，说难听是放荡不负责任，恐非掌门材料，干笑死。二师兄论根骨天赋的话，恐怕略逊于大师兄半筹，但他擅长炼制毒药，单论读出二师兄的造诣，恐怕已经足以掌门并驾齐驱了。可惜他性格特也阴沉，人缘不大好。他若当掌门，大伙都得平绷紧一点。在蜀地三问，只有三师兄了吧？三师兄从前是读书人，名落孙山后，好一番心境转折，才弃文学武。他饱读诗书，阅历丰富，在江湖上也风评佳。坏就坏在他太晚起步，遑论前头还有两位天才。三师兄自觉终身也不能练到和他俩一般高度，便从此荒废了武学境界。我个人是支持我自己的，可以吗？你看，全部的人都有他们各自厉害的地方，可是每一个都不太足。为什么没有小师妹啊？为什么没有小师妹这个票？我一定是投小师妹的。可惜没有小师妹，那我只好投离小师妹比较亲近的我自己啦，对不对？
有没有道理？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哎，真的太好笑了。好哦，你在好什么？怎么办？太难选了吧？这不好选哎，难怪他刚刚加了我星象这么多，一定是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。大师兄不负责任，二师兄人缘差，三师兄太老，所以要找一个不老、负责任、人缘好的人，对吧？那就是我啊，我自己，我是支持我自己的。如果惹我接任堂门，我就动用掌门权威，枪毙小师妹。我不是要你这样子，我不是要你这样。哦，天哪！怎么这么悲？为什么突然变成火之内？还是城之火？我要笑死！突然变成火之内，本来延续唐门香火就是一等一的打死啊！完蛋了啦！你这个白痴，讲太大声，被小师妹听到了，完蛋了啦！被扣有好了。啊，太好笑了！道德降低耶，好好笑。徒儿们无需忐忑，继任人选为师兄中早已定见，在你们一辈当中，当属布衣、真儿二人最为杰出，乐善甚少，性格虽异，俱为栋梁。此外，唐身长年威，本门鞠躬尽瘁，不遗余力，也该列入首选。求掌门千千万万不要有这种害人想法，我有自知之明，不是那块料。本人帮衬掌门打点琐事，已是大用，万万担不起这等重责大任。既是如此，便依你。其余弟子资历尚浅，才德皆不足以担任此任，担此大任，那也休提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要暴动了吗？则，所以我们二宝贝是想要当掌门的吗？然而这混小子行径乖张，视掌门号令为耳边风，目无尊长，德性欠奉，实在不足以为众弟子表率，权位之事暂且保留。呵，大师兄自下水了，笑死。一关我女儿终身托付，我岂能不三思？啊，嘿，布衣是我和你们已过世的师娘一手带大的，她脑子里在想什么，为师最清楚。这小子从小活泼外向，兼之年少轻狂，心系未定。赵之火，陈之火好像比较赞。赵之火，陈之火吗？还是火之内？陈之火比较好笑，陈之火比较好。就像没有根的飞絮随风飘游，心中没有责任二字。有朝一日他有了负担，有了家室，这朵飞絮自然会飘到人间就地生根。哼，完了。二师兄表情真恐怖，好像要把人杀了一样。我将布衣视如己出，他若懂知恩图报，就当为以本门为念，灵儿下嫁于他，布衣的心便会长此留在唐门。啊，为什么？完了，我被扣到零了。我觉得，灵儿，为父将你许配给大师兄为妻，你说好吗？点点点，不知道。你不喜欢大师兄吗？他武功高强，清秀俊朗，侠名远播，与你从小出双入对，你们结离岂非美谈？你哪只眼看得出来啊？这两个都是我的，大宝贝与小宝贝，不知道。那爹问你，你不愿意吗？没有，灵儿听凭爹爹的安排。那便好了，你有了依靠，爹才安心。还不懂得，等到成婚之后，自然便懂了。完了，全剧终，谢谢大家。喂，你不要一直乱动，我是不是要入魔了？我早就知道了。
小师妹那样天仙一样的人物迟早会嫁人的，而且嫁的人绝对不会是我，因为我很丑，武功又低微，只有大师兄那样的少年英雄配得上他。嫁给大师兄他会幸福的，人生在世，吃香的总是天赋英才装模作样的英俊男子，人长得好看方有人权可言，似我这般自有人人喊打，无论我人品好坏都会无条件讨厌我骂我厌憎我。好看的公子哥可以边学武功边学琴棋书画附庸风雅，江湖将人生视为游戏，拼命卖弄品相，穿着光鲜引人注意。你们各位啊，你看看，我却注定做些低三下四的贱活了此残生，连存活这件事情都力有未逮，无论天道人心都不公平啊！好笑，是不公平。那么你便不活了吗？哎，我以为全剧终了，哎，不活了，我要活着。能不能不用努力就变厉害？已经无药可救的故事。哎，哎，怎么那么美？受不了哎！我不喜欢小师妹，我喜欢她。赵娟，请再努力一下吧，别让本宫失望了。天不用你，还有本宫，别太灰心，棋都还没下完呢。瑞幸，杏花仙是什么？是小仙子吗？她有一层光，你是正常的吗？命运之力是什么？回去吧，我等你来。刚刚这个剧情是，这个剧情是正常的吗？还是会因为我刚刚选的东西不一样，然后就不一样？我应该要存档一下，哎，可恶，太可惜了吧！三师兄，你在我床前做什么？师弟，昨日正兴堂大会，掌门宣布想将衣钵传与大师兄之后，你便晕倒了。啊，对。我已完了，我人生一片黑暗。小师妹虽是你受师娘所托打小看照的，小师妹的归宿就是我，我要笑死。从没想过癞蛤蟆吃天鹅肉，可即便不存非分之想，远远的看小师妹一眼也是好的。我要笑死。小师妹的归宿就是我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去打杂吧，光是叹气，事情可不会自己做好，总要有人做的。哎，存一下。五月下旬，六月上旬，好想知道，没关系，我玩完一圈。刚刚如果讲说我要死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想来读一下，好好奇哟、哦，我好好奇哟、哦，让我好奇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自动存档？这是存哪里啊？4:46，4:28，是这里吗？这是哪里啊？对耶，哦，是这里。我是无辜的。有够任性。欸，这个竟然不一样，好酷哦。四师兄，你应该去跟小师妹说我的好话，这样我就满意了。我刚讲了什么东西？那我不要了，有够任性。反正我不是为了回报才甘愿劳役的。哦，他会加好感耶。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太需要加好感了，因为我只是想要看那个剧情。这里可以花月楼，这里被卡住。拍拍，太可爱了！快点，阿火什么时候死？这边的剧情有点长，怎么办？
真糟糕。我支持，我当然支持二师兄啊，这样子大师兄才会跟我一起玩。哎，原来会加那个好感哦，可惜耶，太可惜了，没有加到我们二宝贝的好感。这会有其他结局吗？来看一下，不活了，我要哎，刚刚有少吗？已经无药可救的故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是吗？对人是毫不恋战的你，想必一路走来吃了很多苦吧？那便睡吧，别再醒了，本宫来做你梦乡的守人。愿你得以超脱尘世的辛苦，愿你好梦安息，晚安赵君。哇哦，直接笑死，睡死。人世最苦莫过于独自清醒，愿君好梦安息。啊，好酷哦。请问这个是，这个是，哦，可以放欸，放哪里？放十二好了。嗯，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？哎，我不小心，我应该我不小心按到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应该放一个就好了。笑死，原来那个是一个结局哦。啊，我刚刚没有存档，就把自动存档给，哎，46、55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啊？是这里哦。啊，这样子要过好多关呢、欸。哇、wow, ！笑死！这里是不是不能存档了？对耶，这样子好尴尬哦。可以快带做 control， 可以耶。哎、欸，真的好吗？我要笑死！原来可以快转哦，真不错。那边做一场长梦，你已经学会了safe and low 大法了，我本来就会，好不好？不然我玩哈拉怎么全成就的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大宝贝，大宝贝会来突然叫我吗？醒醒师弟，现在就挂掉台太早了。大宝贝，哦，亏你还记得我啊！撑着点，师弟就快结束了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哪？我是谁？师弟，你可醒了、啊？这是另外一个结局，另外一个点呢、欸？四师兄，这有盆水，你照照。水中的丑人，你可认得？是我，认得就好。烂货，人没死，我要下山了。准备陷阱，没得商量。陷阱没得商量，看笑死！哇，他们其他的路人都长得比我好看耶。你当真？先别开玩笑了，师兄。啊，我先去跟代掌门禀报，你醒了，他一定好生欢喜。不必了吧，我区区的外姓弟子，三天两头就累晕一次，从来没敢劳烦掌门担忧啊。外姓弟子是什么玩意？师兄，他快快的，快去把李大夫请回来。不用不用，与其去找大夫找掌门，
倒不如哪个好心人去劝小师妹过来探一探我，我立马就没毛病了。快快去请李大夫，就说师兄已疯了。师兄你忘了，小师妹早已出嫁啦。哇，我又再死一次。哎，11月，我直接睡了3个月。你也该放下了，反正都是你一厢情愿。小师妹嫁得好，你不该为她生气吗？是的，她嫁给大师兄没有什么更好的。师兄你在胡说什么啊？大师兄早已过世了。你说啥？请镇静点，师兄，你身负重伤，太过激动的话，说不定伤口又要裂开了。啊，带掌门竟然是他！你们先出去吧。三师兄，你成了带掌门？我记得你昨天才说不想当掌门。不，师弟，那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。你睡昏头了吗？2年前，你不是在耍我吧？师弟，我们很久没切磋了，要不要去猎工厂走几招？我突然开了另外一条线，然后在玩。三师兄，就算你要指点我功夫，光天化日在练武场，会否太招摇了些？毕竟你知道外姓弟子是不许真传的。无妨无妨。走错什么？走错时间线。哦，走错时空。哇，我怎么变成32？可是人家600，好厉害哦。而且命中我也变高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是什么时间线啊？怎么哎？怎么回事？我力气好大，怎么回事？我好像知道怎么作战，那真的是我的记忆吗？需要休息一下吗？啊，我没有要休息啊。已达最高，已达最高，我要消失。我昨天不就跟你说，视情况有可能变很强吗？为什么你又回血了啊？好好笑，行，敌人好像蠢蠢欲动，所以嘞，我要干嘛？被揍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有绝招，我应该打绝，我应该点绝招。好笑，点破云关，这是什么？周而不避，小而避而不周。你又不避又不周，做人太过失败。有所防备到底怎样？不能捅人是不是？真的好好笑哦，好自障哦。到底在干嘛？突然变很强。这刀有点捅太深了，有点心慌。胆怯。看我的，哇！笑死！你妈妈跟你老婆是同一个人，你在跟人讲谁？我要笑死！超凶！我要笑死欸！你妈妈跟你老婆是同一人，他人诛心，真的。他为什么都站在那边给我打？
好好笑哦。这个时间线变得很好玩哎。但是说，就算是未招，你也放水过头了吧？呵，我可没让你。活动了一下，舒活血气，感觉脑子轻快不少吧？点点点，嗯，是啊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哈，大师兄、二师兄不在了，掌门瘫痪卧病在床，三师兄临危受命成为代掌门，小师妹嫁给了一位声名鹊起的少年英雄。他大喜之日，我躲在棉被里哭得像个娘们似的。这是另外一个时间线的照火吗？声名鹊起的少年英雄，我都记得，只是恍恍惚惚的，好像是梦一样不真切，像在读别人的故事，仿佛从今日起才开始接手别人走过的人生一样。你日前在本门出战空瞳金乌什么？金乌上人险胜一手，却也被他以独门兵器烈阳锤重创脑门，乍看并无大碍，他的真气却窜入你体内，使你终日昏昏沉沉，如梦如醉。我直到你倦了，岂料你便一觉便睡了三日三夜。金乌上人，空瞳派哪位？我见打的赢他，简直离奇。那位？可别说这种丧气话给师弟妹们听见。你早已不是从前的外姓弟子，他们没教会你功夫，你却自有奇遇。如今你已是本门栋梁之才了，听起来真像笑话。这分明是我从前每日幻想的情节。我还是外姓弟子时，成日……哎，我想看他这时的状态。会有更新吗？有欸，他有更新欸。这个时间线，长门丑侠，笑死，沉着道德坏人，知理谨慎。哦，会长这个样子 ，OK。师弟，那你还记得武林盟吗？记得本门正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吗？武林盟，我记得他们是正道武林五派三公二大帮的联盟，扫荡各地魔教分舵。去年歼灭了魔教支派阴曹，而今正蓄势待发，准备一举歼灭唐门。正是武林大会之后，我们便彻底被当成了魔教支派。为什么啊？幸好小师妹嫁出去了，总算保着性命，不至于白白断送在此。笑死！哎，我只是自欺欺人罢了，不然还能怎么样呢？师弟，干嘛？我有一言，不以代掌门的身份，而是以三师兄的身份对你说，可别劝我下山隐姓埋名、苟且偷吃呢。你所倾慕的人已经不在这啦。你从前不是老说，唐门要是没有小师妹，你片刻也不愿意多留吗？那是从前，谁让你们不把外姓弟子当人看，整日使唤我？那三师兄，你又为何不走呢？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掌门旧日不是常说吗？侠者不受名利所牵，但求俯仰无愧。好，啊，真的这样继续玩哦？真的假的啊？我看一下。突然地位变高了，反倒不自在，倒不如照平时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日子照过吧。太酷了吧，丑侠！这个日子要这样继续过哦。这个会有分歧吗？这个已经很分了哎。那我存在这下面好了。第三年十一月上旬。那我去哈，大师兄跟小师全部都不见了，那我要去哪里玩啊？很无聊哎。看一下宝贝，宝贝已经不在了，好难过、哦。我的道德怎么那么低？向心越来越差，好笑。看你干的好事。啊，我怎么还在啊？这个时候的我怎么还在练试炼杀？好废哦。长按已开发。哦，
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可以，什么意思啊？完了，哦，我懂了，练不同的东西是吗？应该是吧，听起来应该是这样。那现在要干嘛？振兴堂。这些防具怎么还是一样？被咒减免。哦，算了，前面这个是什么铜镜？不会重吗？看起来好重。唐门丑侠。就看地板有点脏，我把落叶扫一扫。这看起来有在喝酒欸。方唐镜。欸，我真的要去倒垃圾。25分。哦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哇，突然变得好简单哦。师弟你在这啊？原来是你啊，三师兄。你在这做什么？不知道，无论我做什么都会有人冲出来抢我的活，感觉真是古怪。以前我还曾因为偷懒被人叫到后山扁过，还烦可想是师弟妹们钦佩你才抢着为你效劳吧。我做习惯了，一天不做便感觉浑身不对劲。长期处在过大的压力下会使人焦虑，久而久之脾气便容易暴躁起来，心浮气躁，对修有内功之人而言亦是大忌，把事情搞砸的可能性也会变高。为什么会有过大的压力下？我的压力在哪里？那我们去后山玩吧。看人家玩感觉就很好玩，我们就来修炼不就好了。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我另外一条线的技能啊？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去街上晃晃。那三师兄还在吗？三师兄、四师兄，我想说，四师兄还在。有意栽培你的香彩，放任你气急败坏，只身去了赌场。哇，扣了2500，心情超差，好感度降低，全裸蹲在路边哭泣的你。焚香掌灯，哇，这还是很丑。为什么我会一直下降啊？心浮气躁。哦，好，我们多来几次就可以了。再来一次。为什么？哦，有眼观鼻，鼻观心。讲经堂好像有谁在。抱歉，你等等。
我看一下哈，这是要玩到什么时候？我还以为他马上就绝招是什么？绝招的威力也太多了吧？那我们应该去做点其他的事情。没有慢慢爬，感觉不好玩。我想要慢慢爬。看来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选那个轻松过关。酒吧，啊，为什么那条还是没有在动啊？学问，哦，它是彼此会影响到的。炼丹草，嘟嘟嘟嘟嘟。哎，没有二宝贝，好难过。我的名声越来越糟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嗯，自动存档了，要结局了吗？只剩下的是我们三个人了欸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桃门又在爆睡，嘿嘿。月会就此开始，惭愧我才初学前的不配位战设掌门之职，实属汗颜。但掌门，我看场面话还是免了吧，此间就我们三人而已，还是军情要紧。说的也是，那我便直说了，毫不意外的，武林盟已经正式向本门宣战。上次那是脚纹，这次是宣战书，信中指明了1月15日会围攻唐门，杀光我们还来得及下山吃元宵呢。岂有此理，我也要吃。大事件就这一件，二位师弟还有什么事想说的吗？我有，黑石帮老早就看咱们不顺眼，大师兄过世时消停了一阵子还算安分，可最近又故态复萌，老是故意寻衅找茬。我下山跑商采买，也经常会碰上飞石帮，往往都是花钱消灾，请他们喝茶陪笑，勉强无事。可近来他们的行径也未免太嚣张了，勒索我不止，甚至光明正大抢我钱囊，扬言要请全街坊喝酒。于是我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就失手打扁了几个人，还反抢他们的钱包，嘿嘿。现在飞石帮很生气，打算率众寻仇来着。干，你很废欸，你嫌我们命太长吗？我要笑死。师弟，我还到你已经彻底恢复记啊，按到了。飞石帮龙蛇混杂是真的，但若有一条10,000条龙、10,000条蛇混在一起，你还敢小瞧他们吗？这两年之间，飞石帮黑白两道皆来者不拒，急速扩散，单论人数甚至更胜昔日枪帮白沙帮仅此于丐帮而已，小说也有数万帮众，早已今非昔比。真的假的？我的天！啊天哪！我已经不想当掌门了。你喜欢我，立马传位给你。我要笑死！看你干的好事，看你干的好事，好感度下降，我要笑死！不好笑。好好笑哦！这里好多决战菜市场。哎，我的贡献度怎么要扣20？想必也有人听过绝世魔头唐僧杀人如麻。说起来，什么意思？其实我认识那个刘啊，谁啊？
不是，他确实很坏。为什么我有点跟不上这个剧情了？他袭击了松山派福建分院，同伙切鱼会放他同体上喂狗吃，好可怕哦！切鱼刀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变成一个坏人哎，好好笑、哦。什么意思？二师兄投靠魔教，毒害掌门哦，真假的？决战菜市场，为什么我的贡献都一直扣啊？你看，该是时候啊！他终于把眼睛打开了。三师兄，你有所不知。连日大雨，农作畜牧必然损失惨重，农民唯恐血本无归，定会赶集贱卖。我们此刻下山，定能建架构得大量食材，带回山上不能久放的，即刻吃掉。还有旧的，或腌制，或烘成果干、肉干。那些家伙也会去？谁啊？丐帮吗？店家老哥，这些瓜果都泡过水了，反正你也卖不出去。让我考虑考虑。他要打架吗？真假的？真都假都？真的哎、欸！笑死！要使用我的超级翻滚。在这边休息。你怎么打我啊？没有钱哦！啊，大获全胜，有吗？我们怎么还有人没死？我们有吗？为什么看不出来大获全胜？他们两，你们两个长一样，是双胞胎吗？打完便会化敌为友，赢家请输家吃饭，久而久之变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我们羊驼主升职啦，现下他老人家去总舵升任船工长老，好好笑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罪，就这样子赢了，真的好奇怪。你们两个真的长一样。死胖子，说得好轻巧，老子要是有能耐自食其力，犯得着加入丐帮吗？我要笑死。死胖子最好不要强人所难，就像我们也没嫌你胖一样的道理，尊重一下好吗？一直叫人家死胖子，我一定要跟你讲话吗？我为什么一直在奇怪的地方就是转啊？
襄阳战线啥的，老实说关武陵人啥事呢？帮主自己也不在意，说出来那是朝廷的事，是官兵的事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世人皆云大宋富庶，可再富也没我的份啊，什么皇恩浩大，我就从来没说过官家半份好处，老子又没领朝廷的金饷，还想派我去送命，想要倒霉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当真张生易主了，谁当家我不都一样心急过日子，我才不要为了别人的荣华富贵去送死。更何况新帮主派大一分多去做襄阳备援，为的压根也不是保家卫国，要不然武林盟这么多人为何独独派我们大一分多过去卖命？我们是没读书又不是没脑子，妈包高子的呸，笑死，我要笑死欸，啊我要切磋哦，又要切磋，不要再磋了啦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告诉我，我们岂不就知道如何应对了吗？要死也不容易给丐帮中人杀死，届时你人在异乡听我噩耗也比较心安理得，否则你朋友死在丐帮武功手下，你能睡得香吗？我笑死，竟然还有点道理，离谱。赞你娘亲，太好了。欸，为什么丐帮弟子那么厉害啊？你确实离谱，真的很是离谱。我要看他骂人，看我的，哇，有点惊慌。点破云关有点哦哟，我刚想说有点废，想说点破云关怎么只掉37的血，好啦下去吧。确实离谱，很是离谱。哇，你小子玩真的，不打了不打了，手都给你震麻了，承认了，打一个乞丐还得意洋洋，真不知羞。行吧，我虽不是丐帮什么响当当的角色，也算升得其中三位了，三妹。丐帮行走江湖常用伎俩全施展出来了。OK。哇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。在那之后，你们宾主尽欢。我们有宾主吗？偿还债务。我们的债务是怎样？这次尚未赎回。欸，我真的是用另外一条线再继续玩欸。这样子可以吗？我这样子回去原本的世界线应该会很累吧。等一下，什么？喷破欲出是什么意思？哇，心情好差。训练一下，然后再打坐一下，不错吧？惬意惬意，很是惬意。赵火没有没有，为什么？心浮气躁，好废哦！阿火，你怎么那么废？
我去女弟子房好了。啊，你对着女弟子房一言不发，思绪汹涌如潮。从前我总会蹲在女弟子房外的悬崖边，伏在小师妹床头的窗下。我那时轻功很差，想要不被发现，非得从白天蹲到晚上不可。所幸她从来没发现我。小师妹睡前总会点一盏小灯，在床头机上折纸，有时折的是青蛙飞镖，但大多数都是折纸鹤。折好之后，她会开窗许愿，将纸鹤投入幽谷之中。好难过，你在伤心什么啊？你看到了吗？那个超丑的师兄一直在看女弟子房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我收拾，到垃圾时间，等我一下哦。
好好笑死！太天真了，他的像是我们全体女弟子的贞操，好可怕、哦！求救铃。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的风评下降了。干，我的名声越来越糟哎！不行不行不行！从前他们还很热闹的时候，大虎常常聚在后山玩闹，喝酒捉西鱼来烤，唱山歌玩水练功，多半是大师兄带头的。小门对风评被害，干 bitch， 比亚。小师妹也常装作不知道，一言不发，默默跟过来，好可爱哦。她既不开口讨要东西，也不跟大家一起胡闹，只是安静的待着。待我问她要不要吃鱼，她才会眉开眼笑，旋即又努力收敛表情，拿着烤鱼喝凉了，小口小口吃着的模样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她嫁的人是个不世出的少年英雄，才貌武功都胜我不知道多少倍。她远离家乡，不知道会不会很想念他们。那我就练功吧。你心烦意乱，不吐不快，随意拉开架势打起拳，以指为剑，以掌画刀，以腿为鞭，以肘为当锤。嗨，汤碗，咻咻咻！虽然人手一本，但若无师长亲自点拨，像我这种爹不疼娘不爱的，你怎么现在三年了还在忘形篇呢、啊？哦，好。我却能以忘形篇使用各天下各家武学。唉，武学，莫林妹子，这货胡乱比划有啥好调的？乱七八糟的，完全不成路数，就连我这练过几个月功夫的都比他还行。依我说啊，你都嫁人为妇了，别成日想着舞刀弄枪的，在家相夫教子才是正经的。你爹从前教你学武，没得耽误你。你讲什么干话啊？你这个老婆，老太婆，不是老婆，对不起。会摸头了，可以使劲摸摸。这本来就会摸啊，你只要打小精灵就会摸。哎，小师妹，你怎么都没有变老啊？我回来了，还有我也回来，你谁啊？不是我是吧？对啊，你长这个样子，见到你真好。丑男，别人回娘家看看，难道还有义务告诉你？因为想回来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我时常挂念你。可惜人家没有，你闭嘴吧！你这个老婆，笑死！小师妹，我先点旁边这个人的雅穴，再来和你叙旧。我家老爷可是他官人，什么是官人？他官人都要喊我家老爷一声大哥，换言之，他还得喊我一声大嫂，是给我端茶漱口问安的辈分。他让你端茶给他，那果然还是宰掉吧。不要杀掉比较好，那稍微打一顿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可是他一直吵，不可以，好吧。哈，这才是我的好妹子，大嫂你不要一直讲话。我老爷是你官人的拜把兄弟，难保不承认他人敌，这样也无所谓吗？嗯，
你家花园是天下最俊美出众的少侠，我想看，我想看他老公长什么样子。艾莎他的美貌，姑娘还少得了。你好烦哦。怎么办？这刀是淬了毒的。你去看过掌门了吗？嗯，爹在睡觉。最近掌门气色不错，呼吸匀净，只是睡得比较久而已。也许有一天他突然醒过来，一脸神清气爽，那样的话该有多好。三师兄说想请可靠的人护送掌门去乡下安养，四师兄已经找好了地方，往后你得闲可以时时去看他，应该比回到旁门方便。好，点点点点点点，我有一些话不知当不当我问。你婚后日子舒心吗？还好是吗？那就好。听说他有好几位红粉知己，我还怕你会受冷落呢。看在你夫君的面子上，武林盟的人总不会找你麻烦。师兄你不回家吗？我没有家，不好意思。嗯，你又不姓唐。那我要走了，拜拜。我自己会下山。小师妹，以后有空也请回来看看吧，还装酷啊阿虎哦，真的阿虎的心里在滴血啊。我会在这里和大师兄他们葬在一起，我的天哪。你带着你的孩子孙子为我烧一炷香，到时你跟你的孩子孙子说，从前有一个人很爱慕你的奶奶，其实奶奶不喜欢他，应该是为什么会是奶奶不是外婆？没关系，但还是会记得她很久很久。点点点，你要去、欸？这个全部都问号哎、欸！所以最高最好咯，加好感度最大上限是70，如果加好感的话就会往上加，所以最好，嗯。啊，有可能会很低耶、欸！我不想要乱改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他是不是太恶心的？像这种丑八怪，原是不配让你低的。身上所系的铃铛却铃铃作响啊！他不是说他的铃铛不会响吗？咦，原来那个铃铛不是哑的。好，妹子怎么哭了？我会记得你，会记得你们所有人。师兄，谢谢你一直对我这么好，我以前不懂，现在知道了。心动的铃声吗？ Doki Doki 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心情好差，好好活下去吧，小师妹。我要死了吗？啊，我现在还没有要死。这个烧完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怎么办？没有大师兄，好难过。是谁啊？这是小师妹吗？时光也不会为你哪怕倒退一秒的，太难过了。去练一下吧。我的武学啊，这怎么都没有在增加啊？什么？已达最高？破云关？啊，还可以再继续吗？不行了，最高等级啊，就这样吗？他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啊？这是无限轮回、欸，我的心情好差，我要笑死。随便乱点。哎，终于吗？事件有大师兄拐跑了人家帮主夫人那茬，本门弟子他永远也无法在非持帮众面前抬头。别说了，逝者为大，既是同门，大师兄这债就得着落在我们头上偿还。我这便修书一封。
请我们下地铁送交飞时帮我们表达歉意。不是要打架吗？哦，你们那眼睛那个眉毛，我们应该没有迟到才对，应该就打从清晨便来店家门前候着才对，什么意思啊？公差小，从前还是小帮派的时候就敢挑战大师兄，你还希望他们多有分寸？哎，你脑子很清醒的阿虎哦。哇，这酒楼跟我想象中的那种古时候的酒楼一模一样哎，就是不能说矮桌，但是那不是那种很高的桌子，然后是板那种长板凳，然后坐在这上面，然后那个高度刚好是可以看到下面。十帮主啊，好丑哦！十公园非十帮主，形貌彪悍的豪杰，舍租令人力包揽粗活。两位大侠，请坐。哼，老子不爱客套话，恨你们也不是有必要讲客套话的关系。给他们什么很大的东西？大师兄珍藏的葡萄酒，好，是这个六七，要改吗？可是，等一下，不对啊！大师兄珍藏的葡萄酒，感觉会被打哎，还是这个好了，不要好了，什么是精品啊？05，我看一下什么是精品，感觉是好东西耶。我看一下哦，精品，那是念挺吗？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。金锭，抱歉 ，sorry， 念锭。金锭是什么？就是金锭，就是锭。OK， 灵丹妙药金锭。就这个吧，不错吧，大哥。为了打造这金锭，还真用了我的零用钱。哼，倒是十足真金，巨资未免太寒酸了吧？拿去捡了，分给众兄弟喝茶，干。狗贼叫唐布衣对吧？那是我大宝贝。这臭贼死了，尚且不能解我心头之恨，今日想跟你们谈的就是这件事情。纳斯拐走了我娘子，所以我打死了他。我娘子回来了，又生气去血法维尼当什么尼姑，还说永世不与我见面，连话也不跟我说，他娘这是为啥子？他就不喜欢你，比较喜欢大师兄。看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比较喜欢大师兄，好不好？师弟怎么办？他自变小是不是讲悄悄话？肌肉组成，我快笑死！你这丑人，正是我这丑人。讲道理，男子汉就用拳头说话，怎么办？讲道理，你非得信不可，这只是攸关尊夫人的名声。大师兄生前曾说，他和尊夫人是清白的友谊关系。我大师兄虽然浪荡不羁，但是向来敢做敢当。他既然开口说没有，我就信他。我敢以生命担保，我大师兄绝技没有冒犯尊夫人。还是说，你无论如何也认定尊夫人是不守妇道、人尽可夫之人？这哼，当然不是。上来听闻十方主夫妻间谍情深，你不相信我，却该相信他吧？十方主尊夫人人在身，我大师兄却已离世了，笑死嘴烂，等等。我跟你讲，跟那些肌肉男就是要用道理，
以理服众，说死他，怼死他。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更令唐门上下鸡犬不留，你夫人也不会回心转意。难道非要尊夫人也领你而去，你才知道后悔莫及吗？你说的对，一语点醒梦中人，那我该有多给？你堂堂八尺男儿向尊夫人认错，你肯吗？那有何难？只要我他肯原谅我，下跪都可以。笑死我，只是就怕帮众耻笑于我，以后我难以投御下属。原来你是个，那什么、啊？你叫什么东西啊？恋爱脑。你夫人是出家，你到寺里跪拜礼佛也不见得丢脸，这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，你还好意思说你爱他？鸟计跪佛跪个三天三夜也不为过。虽未有幸得见尊夫人，但旁敲侧击不难想知，她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奇女子。何止她凶起来简直河东狮剽悍的要命，果然很配你。那么纵使你跪烂的双脚，只怕她也未必肯搭理你，那我该如何是好？我有一个妙计，就怕你不肯罢了。你快说，我一定肯听。你跟他说，你要看他骑上唐门拜山，到我大师兄坟前拜祭他。岂有此理？事情全因他而起，你却要我去拜他。万一你却是错怪错了你夫人呢？万一他和我大师兄之间却是清清白白、纯属友谊呢？明明是清白，却因他的缘故致使丈夫错杀友人。那你说？尊夫人愧对朋友，还有脸面苟活吗？她出家说不定是为了你倒柱减罪，笑死！干，太厉害了吧！这个嘴买定离手，能说服十帮主吗？成功了，这口活，嘴烂，当然要吃啊！我都没钱了。你虽然难看，真的不用讲我难看，真的不用，你就称赞我该称赞的地方就好了，不用讲我不用不称赞不需要称赞的地方，谢谢。欸，这种地方，这个设计真的很酷欸。挑高，这算挑高吗？然后再做一个这样子的，强装镇定罢了，我愿意牺牲我的口才跟头脑换来好看的皮相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没有挑高吗？这是二楼吗？楼梯空间吗？哦，是吗？哦，太好笑了！什么？我冬天玩到什么时候啊？屋外有屋顶，窗外有屋顶，窗外有屋顶，窗外有屋顶。哦，窗外有屋顶。路过，你好啊，你好，嗨。看来是个路人，欢迎路虎。不行欸，我这到玩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再去练一下好了，练身体啊！我要去打坐啦。我这条线什么时候可以玩完？不小心开了另外一条线，到底在干嘛？我急。几周目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才刚开始而已，一周目而已，我才，而且我一周还没有结束，我只是刚好看到其他的选项，然后我想学，我想看看其他的死法会怎样死，就不小心开了另外一条线，我现在还没，我一周都还没开，都还没结束呢，哎。我就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呐、啊！为什么这个废物不行？我觉得我要多打，多做一下。OK 的，要死了吗？我一直很想要他这条线，赶快有个结局。那我已经没有小师妹了，在这边干嘛？我这什么？我们亡了吗？我们亡了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覆灭之时，我们总算要亡了。太掌门是说真的，我们还打算开溜喽。想走的人就跟在我后面，千秋骂名肯定先借我一笔，别担心。笑死。
21走个精光。走了大部分的人。哇哦，我知道了，所以这边是要看大家的向心力，如果很大的话，一个人都不会走。啊，那我们来逆一下好了，看越逆越糟糕。算了，我不要再浪费我的，出乎我的意料。我现在光是想要正住不发抖，就已经遇上了内力，武功变高了，但是我骨子里还是很小，很胆小。这时候还在掉书包，听不懂啦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算了，事到如今还说教就太多余了。他说什么？没那回事，知死必勇，非死者难也，处死。算了，我不念了。逆天点数用了，可以转到想要的，不会再扣。哦，是哦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哎。原来它只是机会值而已。有人来了，哎，你竟然还活，你竟然还待着。第一波有多少人？一个绝顶高手，三个高手，有100个人，当然是100个人呢、啊。哦，77，我看成7，100个人，就是100个人吧，很好，各分20人，100个人各分20人，那为什么是各分20个人？那剩下3个20人怎么办？你谁啊？你玩试玩版？没有，我这是正式版吗？我这是正式版啊，试玩版好像没有，我不知道试玩版有没有这个部分，因为我昨天玩试玩版玩到一半，我今天就开始玩正式的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他刚说什么？毫发无伤。欸，他们是战队欸，峨眉弟子长得有点帅，怎么回事？峨眉弟子有点帅。欸，怎么这样？你选无药可救的结局？欸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你有玩过，真是太聪明了。我就想要，因为我那时候在选，可是我其实是选我想活下去。但我存完档之后，因为我真的太想要看他其他是怎么样，所以我就点了其他的，一直点到无药可救这一个之后，才跑来这条线。哎，嗯。为什么？人也太多了吧？我想要用我的嘴替。啊，可恶！没有嘴到，嘴不了。可恶！人海，等一下啊！哦，血量低于10%将恢复满血，所以我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打到，是不是？这太靠北了。所以我要嘛就是直接打爆他们。10%是15%。我应该会被打到死，对吧？打到我死掉。流星飞燕婷。
我要笑死。什么时候可以死？填海战术。他们会残血然后再来，他要打什么时候啦？我要用唐门毒药把你毁容，毁得跟我一样。剪刀子，好烦哦！他死了没？这是死人的意思吗？唉，要死了吗？感觉快死了。哎，我竟然伤的比第一次，他怎么这样子比较好看啊？他好像小丑。你这个十恶不赦的魔教恶徒，今日便是你恶贯满盈之日，快快纳命来吧！等一下，他这个脸长得有点像之前的蒙面人欸，好好笑，是同一个眼睛。哇，下雨，天空下大雨，心中下小雨，刀下留人，这谁啊？哦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想亲手解决这厮以报当时夺妻之恨，对吧？行啊，这丑人就交给你对付了。小子，我来了，我一得知消息，立马率众来驰援，没想到还是晚了，实在对不住你们。是帮助你，我夫人已经回家，她让我来的。我石某人今日誓与他们共存亡，为你们报仇。他们已经灭亡了，无需再加上非石邦的性命。你夫人好不容易回家，你该好好回去团聚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干，笑死，干高飞。不是啊，你好歹也那个吧，你管替我照顾好老掌门还有小师妹就好了，一定办到。非石邦的听令，护卫唐门大侠，谁敢靠近，拿石头扔他。这么多石头啊！等一下，你这个妖艳的脸，你这个妖艳的眼睛是怎么一回事？等等等等，你那个妖艳眼睛是怎样？这笨蛋都叫他不要无畏送死了。多亏飞石帮的护持，你的最后一程走得并不屈辱，无人可以进犯。你环顾四周，再望一眼家园，心中无限唏嘘。什么走一程？走去哪里？不是啊，大哥，你这个眼睛真的有点太媚了。我这事就快要死了吧？几代圣名传遍神州，偌大唐门的最后一人，屹立于滂沱大雨之中。我这么胆小，还是挺到了最后，以我来说，算是做得不错了吧？他在下跪了。斗志与仅存力气都被雨洗去，某个人无药可救的故事正在落幕。当然。好多事都错了，令人不甘。为什么事情会变这么坏呢？事到如今，一切都晚了，再也没有意义了。最后的最后，真想再见你一面，小师妹。这什么？哦，命运。剧中，当然。哦，这是完完整整的一个的结局，哎，是吗？因为像刚刚就是我刚刚是怎样放屁吗？放屁的那一个，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武林盟是啥？那
但是让你开什么玩笑的柠檬都是……我什么也不记得了，我在哪，我是谁？莫非是传说中的失魂阵吗？师弟，你名叫赵国，唐门外姓弟子记得吗？昨日振兴会大，振兴堂大会，每次振兴堂大会都讲错了，那不是两年前的事情吗？你的时间过得可真快。总之没事就好，我手边还有点事就得走了。师弟你且再次好生养着吧。我变回六月上旬了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又回来了。某个人的故事结束了，你的故事才正要开始。OK， 为什么这边有两个？这个，哇哦！我又要再开始，我又要开始，为什么？所以刚刚到底是有结局还是没结局？我要发疯了，好可怕哦！无限流。第三年十一月上旬，来我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结局这种东西。我刚刚有截到吗？有截到吗？我要怎么看啊？看一下哦。继续游戏。应该不是这边才对。我刚刚没有截到啊，我没有截到。可恶！如果有截到的话，刚刚就会跑到那个。我还是很废。我回来了。对啊，我有觉到吗？第三年十一月，第一年六月上旬，我回到这边呢。所以，但是现在的我又好像不是我，到底是不是我啊？是我吗？是我还是不是我？我不确定是不是我。我来回到标题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放屁吗？哦，睡死。简单就是给你一个预知梦啊！我懂了。啊，所以刚刚的那个选择是没有任何，这是我的屁吗？对，这是我的屁。啊，我竟然没有被人家杀死，我是不是应该在刚刚那时候就被人家杀死才对？比较好，好吧，那我还是读这边的档好了，我读我刚刚选的档，应该是六月上旬，一样的地方其实，所以他。会回到我觉得还不错，他会回到刚刚从振兴堂大会结束的地方，真是可惜，原来那不是一个结局，他有玩那么久。这里玩其他的，练其他的，刀剑大于石，目前五，刀剑是什么啊？刀剑。刀啊！我不应该按叉叉的，怕我浪费一个行动。刀剑是什么？刀剑，影响攻击力，那怎么提升呢？好废哦！现在不知道在干嘛。那我们去找二宝贝好了。二宝贝不在。赤练杀，嗨 MT，MTN， 等级，这可以改吗？啊，没错，按错，真是的，算了。依照我大概现在目前玩了，虽然没有玩几个小时，但是我现在知道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不要去女弟子房就对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不要去那里。那里不会有好事。
闻到了钱的味道，四师兄挣到一堆报废品，好废哦。那怎样才会笑鼠？去那里会睡鼠？那怎样才会笑鼠？什么意思？一中路偏向不给资讯，自己体验一种。我知道啊，你说谁不给我资讯？什么意思？欸，我好像，欸，不对，我应该去，我要去砍柴啦。我去砍柴的说。轻功暗器，这样差一点点的耶，好像没有啊。我没玩过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来乱的。我知道。这个可以全部 all in 耶，印下去。谁？哦，没有，没事。我要去这里好了。焚香掌灯，这个也太酷了吧！这种桌子，那我来做一下。不行，嘴力下降。我的嘴力是最重要的。哼。啊，这个我刚看过。很少去练，我应该去练一下。哇，怎么可以这么丑啊？来练一下好了，练功场。我心情很差哎。每月一次的，真的请告诉我要记得存档。欸，大宝贝，我以为你又在小师妹窗外蹲着，没想到在这，快随我到真心堂参与本门家会吧，大宝贝。这不一句话就完了的小事吗？没必要那么慎重啦。当然有啊，我一四三欸，我比你还常待在这里欸。喂喂，好紧张，别畏畏缩缩的。小师妹也来了，开心。嗯，赵火，你在本门日子已经很久了，是吗？已经有算不清楚几年了。那好，除却在座诸弟子，本门就属你最资深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也来参加本门月历的家会。哎，你怎么活起来了？我吗？你便去莫席坐吧。谢掌门赐座，那我就坐了。今日还有什么要事闲事，徒儿们都不妨说说。你不是要把我当做那个吗？旁门首脑方有资格参与的月历佳会，每月贡献达标扣比之后，可消费剩余贡献度向师长提出建言，影响门派方针啊。股东大会对吧？这是股东大会。嗨，季明安。
我是不是应该要稍微收拾一下去吃饭啊？修整唐家大院是什么？啊，不小心按到了。启禀掌门，弟子有一谏言。哦，但说无妨。近来慕名上山拜师的新人访客不少，我想下山置办材料，修补一些破墙破檐，好不叫外人新人看了笑话。你心系本门，荣辱本座，甚是行为可以，不过不能偏劳你一人。既然要干，那就大干特干。叮叮，唐僧。修缮唐家大院一事由你操办，设法调出款项来，该买的便买，不必太省。传本座谕令，门中弟子停止修炼两日，悉数供你调度。哇哦，为人谁啊？竣工之时，你下山买些鸡鸭回来哦，日师兄，大家吃一顿饱，坚决领命啊！天哪，所以我们二宝贝喜欢吃鸡鸭吗？是吗 ？OK， 我知道了。哎，竟然这样子门派规模升级，哇哦！才两天，谁才两天？你说谁两天？什么两天？我已经过了好几年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过到小师妹都已经去嫁人了呢。可以容纳的门人变多了，这门派太小了吧？整收只花两天。哦，我以为你说你活过两天。门人是什么啊？欸，不是你进度太快了吧？没有，你等一下，我休整两天哦。害我走心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跟阿活是人机一体。师弟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上个月初五你没去广州吧？什么意思？现在在怎样？我是得病了是不是？现在在问我的旅游史了吗？你又不是大师兄，怎能日行千里去作案？怎样？有个侠士名叫赵活，在广东一带活动，以本门名义贩售假药而才吃出病来也不赔，逼得人家一家老小走投无路，只能上吊一了百了。干，我才没有。感觉一定是。赵师弟，你怎么不长眼？闭嘴啦！儿子、女儿名字都想好了，他刚刚还在做梦。对，我的大宝贝死了，二宝贝也死了，小宝贝还嫁人了。都没看到女弟子房，足有两天没柴火用了。没柴，师姐妹怎么烧水洗澡？你可以好好跟我讲话好吗，婊子？不要在那边，别那么吵。烧出来的水怎么会干净？师妹，柴火跟水之间隔着瓮，要是水真的不干净，那肯定是瓮有问题。杜然，你这个白痴，你看煤的柴火沾上油烟味，烧出来的水怎么会干净？这个白痴。赵师弟，我警告你最后一次，去不去挑柴？外边现在有好几个连日洗冷水，怒不可遏的，连三师兄都敢呛。对啊，你敢去跟二师兄在那边呛你，我就跪你，自己去挑啦！干嘛有这样讲？怎么办？他们这样讲，可是我觉得他会死掉，我不想要阿火死掉，我没有办法再重新来了。我存档了吗？啊，反正我存档了，大不了自己去挑啦 ，bitch！ 你自找的姐妹们上，干嘛、啊？可恶，忘记我不是刚刚那个很厉害的赵火了。该不会靠北要300？哎、欸，三师兄交代别打坏东西，但你不是东西，对，我不是东西。感到愤怒，那就好。我要死掉了啦！
结局吗？你说你就是犯贱，挑台去把那小贱走。我跟你讲，你这几个婊子，我都认清楚你们的脸了。三师兄，你个半老头子，给我闭嘴！波浪符，闭嘴啊！不要吵啦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哪一天就被人家收拾掉。今天是我们女人家的胜利，先对付了三师兄，紧接着就要对付二师兄，然后对付大师兄。看，所以他们真的是厌男症哎。廖二师兄也不敢对女子下狠手，走。怎么会有人敢去挑战二师兄啊？真是白痴哎！性情暴变，显得谦恭老实，待人彬彬有礼，也不知道二师兄对他们做了什么。女权。金蒋金楼把凌乱账簿收好，债主吕员外朝他们这回来势汹汹，想必不怀好意。我很会算账哎。哇，这员外看，这一定是员外，员外一定是这一个，是吧？怎样？什么意思？师弟，使眼色，可是要使什么眼色？我要干嘛？胖的是债主驴，我你看吧，我就知道，这一定是债主，长这个样子，吃很多。我吕某人纵横商场几十年，想耍奸巨猾，扛着与吕某。只怕也没那么容易。吕翁说笑了，哪里有这种事？太远了，没错，太远了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吕氏商会在蜀中一带也算小有规模。你们唐四侠好好做个货郎也所罢了，却野心令大，经常……唐四侠是谁？哦，我们的四师兄啊。月审带货，害我们好多生鲜卖不完，放烂掉。我少时受过你们唐门前辈的恩惠，吕某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。唐门有急难时，我吕家从来都是出钱出力，没一句怨言。莫非真要拖到吕某入土了，还不瞑目吗？岂敢，吕翁莫气，您老也知道本门这几年着实困难，绝非故意拖欠，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。我就是知道你们困难，才多次出面帮你们中介，将你们那些老旧产业给卖了，否则你们只怕日子早已没法过了吧。干，就是你们卖我们的产业，白痴哦，给我买回来哦。你这个奸商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是转手卖了之后再用那东西赚钱。我吕家浩人耳根子软，定是信了你这套哭穷卖惨的说辞，几度讨要不到欠款。我吕某却非一语之辈，今日亲自上山来，你家掌门架子特大，不来相迎也所罢了，再讨要不到个说法，我吕某人面子搁哪儿去？说法可以有一千万种，但君子坦荡荡，我便斗胆直说了。吕翁突然造访本门，未及筹备，此刻要钱，那真的是无计可施。还请务必再宽限一些时日，下回必定。钱呢？我本来也没有想要一次讨要。吕某既然亲自出马，要的不外乎就是你唐三爷这句明白话。仗着唐三爷在江湖上的侠名，怎么也得卖你这个面子是吧？一口气投出如是巨款也不实际，吕某要的是公道，又不是要你的命。不妨再让一步，由你们分期还款。下回再派人来锁，便再不许拖欠喽。面子侠，一定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呵，不过呢，吕某怎么着也不能空手回去，否则岂不给晚辈看清了？依我说，贵派好歹有点表示，卖吕某一些面子。唐三爷，你怎么说？我给你我们唐门之宝，我本人怎么样？既是如此，还请吕翁明言见识，但叫本门力所能及，又不违背圣人教诲，无事不可商量。丑侠，没错。听说你们唐门所炼制的灵丹很是灵验呐。吕某有个小儿子，年方弱冠，未曾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都已经弱冠了，还没有娶嫁，那一定是有问题。大于等于60，好，80，可以啦。OK， 给你灵丹，灵丹就是灵丹。小师妹，我们唯一护着小师妹。
吕某年纪大了，身体有些老毛病，吃了许多药都不见好，就不知道你们能够会死地美灵丹。可以，这个嘛，药理非我所长，不过本门二师兄却是行家，请吕翁随我一步炼丹房，我请二师兄为你诊脉对症下药，可好？如此正好，呵呵。唉，今天又是一个保住小师妹的成功的一天。吕老先生脉为玉绝，兼而成之损小夫之食大，你就太胖了。三酸甘油脂三高，一夜龙阳散，那是什么？你可都知道龙角散？你可是长期服用了清热的补药？唐二侠真乃神人也，正是如此。还请唐二侠会赐灵丹，吕某并不令重金酬谢。我跟你讲，现代医学你知道怎么样吗？就叫你要减肥，你就是要减肥，你什么的病都是因为太胖，就是要减肥。没事就深蹲，你就是要减肥。用不到什么灵丹，只会越吃越糟。我跟你一次药方，按我的方子，七日之内竟可以病除。七日当真？那也未免太灵验了些。我这病都拖了好多年，遍访名医都没看好，这却是何缘由？因为你有钱，干什么少子？赵国，你过来按我的指示抓药。好的，二宝贝。他那个什么会计都没在讲话。二师兄一面写药方，一面读你的，照着二师兄指示取药。行了，包成两袋。好了。想不到二师兄医术也如此高明，无论医毒药理同源，何须大惊小怪？原来如此。不过吕翁是什么病这么难治啊？他肾虚，阴虚火旺，找来的大夫不是治不好，而是不想治好。啊，因为他有钱，把他当长期饭票。少说废话了，出去。好帅哦，好得宝。但是以前能吃饱的没几个，能吃肥的那前一趴的人。对啊，吃了 PR99 的食物。这是一日份的药材，早晚各服一次，拿去药铺请人代煎即可。纵有腹泻情况，也无需顾虑，放心服下便是。多谢唐二侠，若是药能见效，那你给我钱。吕某愿意折抵部分欠款，但是下一回来收账时还是不会宽限的。公杀小，这事不归我管，吕老先生去和我三师弟商量吧，宋哥。哇哦，加200，为什么？吕翁遣人捎信上山，满纸皆是感激，并且如约免除了部分欠款。太好了，怎么突然就这样子？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去练一下东西。我要练什么？这真的可以赎回吗？我好好奇哦，这要什么八周目才可能赎回吧？我是说凭我的能力，好吧？去找大宝，去找二宝贝。可以开发欸，归还29点炼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归还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我改做这件事情吗？哦，我懂了。我刚刚本来在开发另外一个，可是他写已开发啊。已开发的意思不就是已经开发吗？什么意思？是我是有开发还是没开发？有开发还是没开发？污水仙是干嘛作用的？污水仙来看一下，
污水仙，打野味啊，我不要，不要打野味。可是我还没有做过哎，还是先用这个好了。你现在干嘛嘞？现在去啊搬柴啦！刚有个臭婆娘，超难听。搬柴搬柴，嘿呦嘿呦啊！死了一次。你现在是 demo 还是真的玩啊？我开始玩啦，我开始玩啦。右上角精灵纹，哎，靠北啊！我忘记那个了。你看都没有人发现，我把那个精灵纹。有啊，我有玩，我现在正在玩，好好笑，我没有在试玩，我现在是真的玩，我已经真的玩了快三小时了。贪快走捷径，一个不留神又死了一次，恭喜！哎，真的死了，靠呗，我只讲讲而已耶。我在唐门谷底以肉酱的形式，我只讲讲而已耶，鸡排啊。我有存到吗？我没有存到，自动存到8:06:15，应该是这个。干啊！啊！等一下，那我的二宝贝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真的没存欸，自动存档也没存欸。 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 好啦，学姐赶快扁我啦，都给你打，都给你打。我决定就是一直嘴攻，嘴到他们打死我。自动剧情看有没有？什么自动剧情？这个吗？不是，抱歉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我哎、欸，好丑！自动剧情是哪个？没有就没救，应该是没有吧。居然有人长得比我丑，他好过分哦！站啦，死了，快点！女人外。我大哥，你也没让我存档哎、欸。小于六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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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于六十。哦，大于六十，抱歉。哎、欸，这个原来有改哦。嗯，有改啊、哦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改，没有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啊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对，我在这边存档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7月上旬。没关系，我不投降，我宁愿被打死。我再挑一次才，再掉下去我就哎，怎么那个死法会有？你要看现实日期的、啊。我不用看现实日期啊，为什么要看现实日期？我记得啊。没有，我今天才开始玩的，所以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7月上旬，没有，我这个是我怕如果之后有什么分歧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分歧，我不确定，所以我想说按照那个月份存下来，但因为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就先存下来。然后左边自动存档就是，对，然后刚刚不小心跑到了第三年，我就先存在这边，但我后来发现他也没有什么结局，就是了。就等一下应该不要，我直接把它删掉好了。删这个，这个先留着。
然后跑太快了吧，第三点就不小心就跑过去了啊，就是那个无药可救的那个。我记得有一个可以升三，应该是第六月下旬，6:07，六月下旬，6:07这个应该不需要。我想一下哦，六月下旬，哦，六月下旬应该是养成巨型战斗。哦，刚刚战斗的，刚刚剧情的没有，刚刚这个自动存档的剧情之后才是战斗。所以我要怎么跑也跑不掉那个战斗，因为战斗之后是没有存的。我想一下，我三七月上旬6:08，我删这个好了，差一点点，好像没有差很多。不对，我要删这个。好，左边自动成长标三啊。没关系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挑柴挑柴，我又摔死了吗？至少我的轻功，看一下现在要干嘛嘞？我去找，去练工厂好了。我的心情很差欸。炼丹为什么会提升啊？山上的猴子丢弃了一大堆毒蛇哦，那我再去找一次，我去什么打坐，山上低猴子冥想一下，嘴力下降。要怎么练嘴力啊？山上低猴子，怎么？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哎、欸。好像有谁在？谁在什么？点苍派，太多了吧？好多哦。点苍派是用剑的门派，可是第一高手。历来都不是掌门，他们相信剑法是天道，以剑问道，所以不能俗物缠身。一旦当了掌门，就有诚心，便不能通往康庄大道。现任掌门关云客和他的师弟听海生练的是黑白双剑合击之术啊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如果要出击的话，他们必须要一起捞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两人即便单独一论，也是江湖数一数二的高手，双剑合璧更是不得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掌门曾经说过，那二人未争绝顶之境，但和两人太难念了，两人合力的时候，实力却会暴增。就算极乐教主和龙渊大侠两人联合携手，恐怕也不会是对手。由此可见，那双白。黑白双剑的合击之术有多恐怖了？他们讲究挺多的，每个入门弟子都要经过求剑习剑仪式，从此以剑为妻为友，求的是人剑合一的至高境界。我想去这，我可以转门派吗？他们讲究的很，不像冷门弟子手里抓到什么就能当暗剑丢，每日精心保养爱剑，往往一生只用一柄剑。都说剑在人在，剑毁人亡，实际上剑卷刃了，放心的还是大有人在。还有不少人特地到火焰山剑阁求剑的。要是以剑为妻的话，相当于再娶吧。要是一个人有很多柄剑，是不是等于三妻四妾呢？但也有一些点苍剑客追求剑道近乎疯魔，以为不能顿悟，是因尘世牵绊太多，才绊出了出剑的速度。女人只会影响我出剑的速度。为了参悟天机，挥剑斩情丝亦在所不辞，抛弃弃子的也大有人在。你别不信，还真的有这种人。其中偏执者甚至提倡杀亲正道这种骇人听闻的邪说，想尽办法污蔑亲人，再杀了才心安理得，然后幻想自己了无牵挂，功力更上一层楼。
这事听起来惊世骇俗，但当局者迷好一阵子，在点苍派蔚为流行，碰到瓶颈的就会把主意打到自己亲人头上，搞得点苍派乌烟瘴气。点苍双尊费尽心思刊物制止，待得意弟子白虹剑客、朝阳剑客，加上苍松剑客，将杀青犯全都斩去手腕，逐出师门，移送官府，这种邪说才终于消失。这样子就扣一次了，我还没听完呢、欸。哥，渣男剑法，我错过了三小，对你错过了三小。当掌门只会耽误我出的速度，没错。泥教点苍派二，哇，你学识真丰富哎，哥。每个一程下山闯荡的点苍弟子，回家都会被恩师赐一个外号。好比白虹剑客徐光辉、朝阳剑客盛鸿年、苍松剑客叶云舟、掌门关云客年轻时叫关云剑客、听海轩叫听海剑客，以此类推，怎么都难的啊。其中叶云舟更是点苍当代的佼佼者，一出道就以快剑震惊入林，人又谦虚，饱受江湖好评，都说他是点苍第一快剑手。没事，江湖外号嘛，通常不是武功上别出一格的长处，就是彰显人品特质。点苍派这样取，反而让人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物，特别容易忘。点苍派从前曾经出过一位惊世骇俗的奇才，江湖人尊称他为剑圣。其实剑圣这个外号吧，实在是太泛滥了，动不动就会有自称剑圣、剑神的冒出来。但我说的就是点苍剑圣。相传前朝点苍剑圣孤高绝傲，自南来问剑于中原，拜见了当代英雄，又急流勇退，归隐于大理点苍山剑庐之中。听说剑圣故居中藏有三式剑意，唯有天资绝顶、身具剑骨之人能够参悟。唯恐破坏剑圣故居，所以平时都派人严格把守。唯有见了大功劳的点苍弟子，才得以允许进入剑庐三日参悟武功。哦。能够参悟那三式剑圣遗招的人，就会习名为当代剑圣，地点比点苍长得还要崇高，连大理皇帝都会破格以贤。哦，怎样？干嘛？太突然了吧！哇，比亚奇，今日就是断考了，我得好好表现。完了，我都是在听，都在听书哎、欸，我都在听书，完蛋了，我在听三师兄成为说书先生。十里坡剑神，好耳熟哦！什么是十里坡剑神？完蛋了，这款游戏我真的是什么《吉吉失踪记》《金鹿谷物语》跟《星号小鸡消失的问题》，作者戏称被一只土狼叼走，好可爱哦！等下我现在考官是得是二宝贝吧？看着二宝贝我会比较开心。啊，竟然是三师兄，好吧。好可爱哦！什么是十里坡剑神？看一下，十里坡剑神，证书不读，在那边道听途说，看真的哎。这不是文革吗？师弟，今回断考就给你主持，我没那么多闲工夫见识这些废物，太难过了吧？台湾的传奇人物，台湾的哦，弟子两两配对，我终于要成为那个什么入室子弟了吗？你长得有点，师弟，我是新来的，你是外姓弟子啊？你新来的怎么会叫我师弟呀、啊？几来？赞你妈！对不起，在讲赞你毛病。赞你娘亲！首先呢，我知道要干嘛，我要先嘴攻。再嘴攻。再嘴攻。
你姨妈听起来也不错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叫唐什么？他叫唐门弟子。我赢啦，谢谢。三师兄请点评。师弟，你表现得很好，只是你刚才所使的似乎不是本门正宗武功，是吗？我不是吗？我做了什么？三师兄一言点醒梦中人。干啊，你们又没有教我本门正宗武功。干，你也不必气馁，没有人教你。对啊，你看吧。吼吼吼吼！哈，掌门依然不为所动，绝口不提令你改宗入室一事。父子以子徒，什么意思啊？父子以子啊、哦，父子以子徒，你他妈又没教。对啊，你他妈没教，然后跟我说你念的不是本门正宗，看你在跟我开玩笑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看一下，下旬，下旬要存吗？不要好了，到八月上旬再存一次。好可怕，还是不要好了。我觉得每次讲这种话，等一下就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先存这边，暂存。OK， 我真聪明，你他妈又没教。等等，要去吃饭了。要练什么嘞？这什么啊？刀剑，刀剑到底要怎么？刀剑的属性要怎么？刀剑的属性要怎么升啊？我还真不知道哎。刀剑的属性，好吧，我们先练这个好了，不然要说我们没在练。唐门暗器斗罡。学问，哦，好，我知道学问要去哪里。去找二宝贝。哇哦！二宝贝不在。哇，我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。怎么来了？但是可以存档的吗？不行。事件赎回哦，可以赎回吗？怎么都不能先看啊？机关马桶、偷油婆、珠帘三足药、茶肆、唐门外堡、
旁门茶肆。我随便讲欸，这真的哦。弟子从前在山脚茶肆做过小厮，结识不少游客，有人听人说到江湖传言技能赚钱也很悠哉，如今本门振兴在望，是否应当考虑重操旧业呢？赚钱事小，小唱名情事大，便把这茶肆重新办起来吧。是渣，不抱歉，那是太简，我也去帮忙。哇，我们两个超级闲人，扣一百。你们从前的茶肆卖了人，却被嫌偏僻，早已弃之不理。如今低价赎回，加一日修整，也太快了吧！一日就可以修好。旁门茶肆方始重新开张。存档，存档。7月上，8月上旬。好想继续玩哦，不太想吃饭嘞。他到底这个是怎么存的啊？看一下，哎，现在只剩下12000，哎，哦，没有，都变，不是只剩下，本来就是12000。哦哦哦，你也太上头，上啊，超上啊，就喜欢这种有剧情的养成了，那种一直存养成的我不行，就喜欢有剧情啊。炼丹，这到底怎么来的啊？糟糕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怎么练的。我是要去哪里做事情吗？这谁啊？武学向心下降，由三师兄代操团练强身健体，小师妹出没。那我再去找，看会不会遇到大宝贝。看来是不会。哇，大长今，为什么？不，安对，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大量下降，不行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屈。你心血来潮，打算整点不一样的花招，好，这样才对。中旬内，等一下，那现在再看一下要去哪里嘞？哎，为什么少了30啊？哦，赚钱了是不是？去炼丹好了，去找二宝贝。名声下降，580。这种时候就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去街上晃晃，看会不会赚钱。没赚也只是多，也只是580不见而已。聪明吧？你看吧，赞啦，1580，哈哈哈，真是太聪明了我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丐帮的朋友，你怎么就突然闯上堂门了？因为很好笑啊，这新鲜大便就是趁热才臭，你快跟我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人说的大便啊。是怎样？我怎么觉得我想要存档啊？我觉得有点不太妙欸。怎么是这么多人？你看地上抱着头没脸见人的是谁来着？干，坨大便冒充你，吃喝嫖赌不付钱就算了，还敢从盲眼乞丐碗里偷钱，这家伙给我们打个半死才招供，名叫什么？这是念哪赵吗？他长得跟我好像哦。
你能那么丑也是不简单欸，居然比赵罗还丑。对啊，给多少？念赵和，我阿火眼距比较开。对啊，我的眼距比较开，比较有那种可爱可爱的感觉。这眼距太近了，尖嘴猴腮啊！1000文跟500文，这太令我……我为什么刚刚没有？我刚刚为什么没有存档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我看一下我刚刚有没有存档，我看不了，谢谢。好吧，如果我真的是阿火的话，我真的是阿火。可以广之袜子给他闻。我如果是阿火，他念赵和，我跟赵和差不多欸，好像，好好笑。我没有，我好像我给了1000文，那这样就太多钱了。可是我要给谁钱啊？给他们钱哦。我想想，500，高价大变。点点点，活见鬼！怎样？笑死，长得好像哦。冒用了师弟的身份。哎，师叔不是这样的啦，掌门您听我解释。你不是还有钱吗？有啊，我不想。哎，这钱是我自己赚来的，怎么可以说给就给？师叔，我是师叔。你哭得好丑哦，收声住口。二师兄掐了掐赵和的脸，又接着他衣领，见脸孔与脖子，胸口并无接痕，绝技不是人皮面具，竟然不是易容。我知道我该打，我不配穿唐门的衣饰。我哪懂什么炼丹，都是师兄叫我们去卖，我才去的。卖到的钱又没有我的份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药是会吃出问题。我不是纵马伤人，我是根本不会骑马，都是师兄弟骑哄逼我骑，我勒不住缰绳才撞伤了别人，也只是擦伤而已。我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私的笨蛋，我也想被人看得起，所以才自称是赵火赵大侠。不是，我以为他们说的丑侠就是我，我也不是在冒充，我以为赵火是个假名外号。至于那些说我自称掌门的，他们都是乱讲的哈。我是说我负责看掌门口。所以是那种掌着门的掌门，我也没有骚扰良家妇女，我只是说句话就被说成是色狼。然后我这个感同身受，看事情本座知晓了，竟然没伤人性命。他长得有点像某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有人冒充你的身份，你说该当如何处置？怎么会有人想冒充我？明明我谁也不是。一派胡言，你就是你，赵师兄，我太崇拜你了，我快笑死。道德为坏人以下，我现在不是坏人吗？可恶，我现在不能解锁这个，这个应该是怎么杀了他之类的吧？可恶，太期待了。他与我如此相像，想来也是可怜，走投无路罢了。不行啊，我要问我二宝贝。当然啊，宝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只是长得丑，我只是长得坏，我不是人坏是吗？你问我。对啊，宝贝，那弟子斗胆向掌门谏言，此刻将此人收入山门，列为入室弟子。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我？赵火，你住口。好的，宝贝。哦呵。我只是长得坏，不是人坏。哦呵，真的吗？我没差，看你们啊，也可以啊。然后众人按唐门家规论处，交到我手里，折磨致死。哦呵，不是，二宝贝不会这样讲。呵呵，我想了想，我好歹也是广州唐门的弟子，不跟那边说一下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
其实我阿姨祖父前几天死了，怎么一下死的是阿姨，一下又死祖父，撒谎也不打草稿，两个都死了，撒谎我就死全家，包含我弟，我快笑死了。真想即刻毒杀此人，两者相形之下，本尊竟然空前绝后的顺眼，笑死！你看吧，是吧？是吧，宝贝？你看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你看，你一比较出来，就知道我的好了吧？你在二师兄，跟你讲啊，养成游戏我不会，但是攻略人我还是可以的，好吗？救命！我笑到快不行了。哎，你没有看过？我以为纪明有玩过哎。那好，赵火，你与他出门去，替自己讨个公道吧。怎么讨？还能怎么讨？连唐门的做法都不清楚吗？我知道了，赞他娘亲，对吧？请问掌门弟子可以殴打纸人消气吗？我云玩家加钱看，他不是唐门弟子，是欺侮你的外人，你要讨回公道。做师长的哪里忍心劝你息事宁人？谢谢，谢谢爸。你们想打我，我没有想打你，我是要打你。错过三小，现在都不知道干嘛。哎，真的不是在唐门哎，但你娘亲，我还没有存档哎，妈包高死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你250啊？外姓弟子，本尊被假冒打扁就好笑了，真的。真的是，为什么他250啊？为什么太高了吧？我要怎么增加我的血啊？他在干嘛？为什么？他中毒吗？深蹲，唐门地鸣雷吗？你脚边就有一颗，感到愤怒。我要想啊，他中毒了啦！我现在才知道他原来中毒。为什么他会有中毒现象啊？我做了什么？哎呦，是你的脑子嘞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虚脱每合减90。他打你也太痒了吧？这是不是游戏故意的？蠢蠢欲动是不是应该被揍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后面有鬼，是你祖宗。他说你是不孝畜生，竟有龙阳之癖，靠北。好，被揍一下，被揍一下。可是他剩四滴血，我还是直接捅人好了。你看，赵活不露脸，其实蛮帅的。好弱，太弱了！为什么我的武学每次都只有4啊？好少，怎么回事啊？同门怎么打起来？都不怕二师兄罚吗？正是二师兄叫我出来做个了断的，这人冒充是我，招摇撞骗。你在干嘛？别哭了，有我们在，没事的。他不敢对你怎么样。他的牙齿有点丑哎、欸，
我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又不是什么名人大侠，闭嘴来，别下去。好啊，你反倒怪起我来了，可以啊，我不怕老实说，别人欺负你这丑八怪，那是天经。但你后面那个有比较帅吗？正也罢，歪也罢，总之我的心肝宝贝说的是对的。今日我俩在一块了，心情正好，不想见血。但好荒谬哦。不要拼好了，就这样子，因为我还不能存档。啊，不行！你这个不行，我要倒带，可以倒带吗？我受不了了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哎，好爽！存档存档，太气了！怎么会有那么白目啊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现在是八月下旬，存一下哦，然后去吃个饭。冰箱的那根玉米，拿去电锅蒸。等我一下哦，哎，那我。就差不多去吃个饭好了，我们玩到这边，太好笑了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好吧，直接啃玉米吗？没有啊，我要帮新室友蒸，我没有要吃玉米，啊，太好玩了，好笑了，我们先，我存档了吗？我刚有按吧，干嘛不吃玉米？没有，我就不想吃嘛，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？自由，就不想吃没？趁机赶紧补 BOD， 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哦。声音是不是有点大？我觉得我等一下也要听一下，会不会太大声？好好笑，好荒谬，好美。好啦，大家可以去吃晚餐啦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，晚一点吗？晚点不太确定哎、欸。晚点好像也是可以晚点见。今天玩该玩的书还没看，呵呵，八八八八，拜拜。